恭喜你进超美金色的。嗨，今天是5月22号，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我的洗手台镜子装好了，超漂亮，但是我刚刚不知道怎么样，好像有点把它弄坏，我这样子它不会亮，所以陈威廉明天要来帮我看，因为我们要先看这个镜子能不能用，然后光好不好，不行的话可能就要再换，可以的话因为它有自己自带光，所以补光蛮美的。然后今天我的新家近况是多亮哦，吧台的度太好了，然后师傅在帮我搬洗衣机，这边是我以后的冰箱，所以今天就是进冰箱跟洗衣机，明天后天会做最后的收尾，然后接下来戏清完，礼拜六就进家具。好，洗衣机完成，好美哦。这边呢，电源开关，好，然后正启动，开关好了。那这边所有的英文，全部都比较上面这边。哦，好。然后呢，我们按启动，它就会开始了，就开始自己侦测里面的衣服啦。哦，好，这边你的洗衣精、柔软精，然后这边是洗衣粉。那你们这边还有个贴心设计，就是把这个防显，就是可以你就是滚下去有没有？它会把一些帮你打针。哦，对，泡泡。所以我是倒这个。这边这个。对，然后这个挡起来而已，就是让它这样子，还不会流。不会流那么快。哦。对，所以把洗衣粉打上。哦。现在洗衣有那么高级啊？它有颗粒感会打。然后帮你把它过滤进去这边。好。好。好。现在试。完成，所以现在是要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。对。金色好美哦。非常。对啊。它本来就是要靠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一个空间是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是配合你那个洞。哦。它如果本来要在前面一点。也是不用。它没有，我想说后面一点，你这样前面这边比较宽，你后面就至少还有一些。放杂物什么的，好哦。因为它这一条线也没那么长。好，好，好，超漂亮的。所以是测试完这个就好了。测完，等它转动，然后等它，我再测试。它现在就开始要侦测转动。OK， 没有问题。谢谢师傅，厉害师傅，耶，赞。他们现在帮我洗衣机穿衣服，是吗？啊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设计，就是你按暂停的时候，这一颗。哦，按住3秒，然后咖啡色，它咖啡色就可以继续加你衣服。哦，很好很好。然后水的还是可以继续加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加，可以加衣服进去，然后再按启动，它就是继续的。哦，很棒。因为我家之前的突然打开就整个暂停，就暂停，但是现在是安全设定。后面开始哦。管线是活的是吗？对它。你说什么管线？排水管。排水管是活动的，可以拿起来。对，它是可以拿。那、如果说你之后怕有蟑螂还是什么，你就可以用那个海绵，再把它塞住，旁边塞住就可以了。好。好。那个它有点杂物力。那个啥？那个这个吗？对，下面这个吗？这个是你们的，就是清洗网打开来之后，逆时针把它转开来，转开来之后，它现在里面一定会有水，是正常的。一点水正常的，因为它有水，就是固定，一两个礼拜洗久，或者是半个月洗一次，或半年洗一次这样，清洗一下。OK， 谢谢。转动，多转一下，然后再转动。有哎。好，这个之后我就让你当拆箱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换衣服，因为我的家还没有清干净，所以师傅们先帮我把洗衣机穿衣服，到时候清洁的时候才不会弄坏，保护的非常好。冰箱出现，好美哦！冰箱，这个是正常的。有点像那个大理石那种感觉，好美哦！像大理石的瓷砖那样有 feel 的。我那么高级，还有这边可以调整。好、
需要帮我把它搬进去厨房里。为什么要拍照？因为它有一些争议，所以所以送完我就要确定，确定安全送达。对，好的，然后就是说要扩充哦。认识路人超好的，因为我酒柜还在那里搬，他先帮我把它藏在里面，才不会到时候搬东西的时候冰箱撞坏。看这样，放在后面就好了。把门比较漂亮的门藏在里面，然后把它再一样穿衣服套住。先收，先收。冰箱四个小时之后再插电。好。收据。谢谢师傅。拜拜拜拜。嗨，今天是5月23号，第一次晚上来工地，因为我们想要来看看，因为再过几天就要完工了，所以我们想要来看看晚上的时候我家到底够不够亮，不然每次都是白天，白天就会都觉得够亮。好，我的灯都装好了。刚刚我们一起去附近吃饭，所以威廉现在来帮我装灯。姨是我的家最小的房客，最早来的，快早，刚起床。我的门变成白色的，好美。那个门的由来呢，是我们去了楼下看了人家的门，然后发现白色的，然后看一回来就叫威廉烤漆，好，就变成白白的，就是汽车烤漆门，超漂亮。那个门弄了两天。然后威廉现在帮我试试看这个灯怎么可以用。因为晚上来看蛮重要的，因为对啊，你才会知道家里亮不亮。不然我要是入住发现我家超暗，我就哭了。威廉就说我们今天来看一看，如果不够亮，上面就再帮我装灯；如果够亮，就可以用这个镜子；或者是这个镜子不喜欢，我们就换别的镜子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镜子。你这一个零点，为什么？等一下、啊。很奇怪，是它烧掉了，会不会？不可能，我猜说不会烧掉。等我一下。然后我的主卧现在是这样。记得之前那个吗？淘宝出包的灯，我后来有跟掌柜讲，然后。反正掌柜就说，如果我们自己去买灯泡的话，就可以退我15块人民币吧，那就很麻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另外去买灯泡，因为我们测试的所有方法就是灯泡有问题，所以换了灯泡之后应该就会好吧。冰第一次来，我家冰冰上次来的时候还是一团的工地，不一样的，对，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镜子？好喜欢哦！而且我后来发现这里可以拍那个很花，可以坐在这里，对，之后可以来拍。把他把镜子拿走了啊？没有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那个。我老公说本来这个镜子是我的。你带走啊？你就圆的那个吗？对，带走没有啦，先给你要吗？你现在先照两年再搬过去。对呀、啊。然后吧台也装好了，我的超漂亮的镀钛跟这个。哦，这个很美，对。这个那个洗水槽也很美，好喜欢这个，真的也很，而且还可以转，它可以这样，对啊，它可以这样，它可以这样翻，哎，怎么翻？整颗翻，这样吗？还是它要锁住，给它弄坏？但它正常是可以转的，你看，可以转成这样就比较亮，然后转成另一个方向就比较暗，这样比较暗。晚上这样进来就会觉得怪怪的。对呀，你没有看上面，不会很麻烦啊，你看，其实拍起来脸很美，好像可以。对啊，你应该要看拍起来的样子。可以耶。对啊，拍起来是可以的。拍起来是可以的吧？对呀、啊。完美。完美的。在这边。好像可以耶。对啊，其实是可以的，这完全可以拍。后面这里还那个做成背景。哎，如果你把衣橱拉起上面的灯在哪里放？是不是又太暗了？看一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
你这样子播完全可以、哦、你站好可以耶，对啊，超美啊，完全可以，可以架在这里、这个、那个圈圈，对啊，对，你可以架在这边，这镜子真的很贵，我没骗你，这是我买过最贵的镜子，这是我用在领口做东西啊，我镜子买要7万多块啊，你说这个镜子吗？不是啦，5个，它这个就是，对啊，没有偏激光而已啊，但其实是可以，哦，就是可以，也是要拍拍过它，因为你如果拍片导向。全部就只有你知道，你觉得这个品美？我觉得这品美啊，木兰，这水波纹是自然现象哎、欸，是不错啦。这个是木皮本身的，水波纹没办法轮到、欸。但我是觉得这个圆纹很美。对啊，我之前也觉得圆纹怪，可后来雅阁真的弄这个圆很顺。对。哎、欸，那刚刚我再去帮你换掉。啊。掌柜多卖我15块。你怎么猜的？不是我猜的。白痴哦、喔，不要乱讲嘛，讲认真的。真的，我那天来就这样了。讲认真的，真的，我怎么肯猜？你的手，你有办法伸进去吗？猜什么？你来试试看啦。你叫你老公。你的手有办法伸进去吗？对啊。好，那应该。你不怕刮伤吗？因为我是帮你挑马车用的。可以开生蚝吗？可以。可以，现在就可以了。现在可以开了。为什么有风开？因为我开窗户。你自己看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它后面这样很凉哎、欸，这个很猛哎、欸。你看我这边不会割手，是因为我这边有做扁线。可以。这边，不然这个铁应该很割手。哦。好不好？弟，你以后可以来玩。对，然后你看，脚胶都帮我保护。他帮你做过。哦，可是这个，这个就很旧，这个。